大家好，我是苏威盛，我是苏瑞阳，我是苏瑞安。中秋节啊，又到了啊，又一年过了。是啊，又一年过去了。我觉得我和去年不一样了。哦，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我长高了。哎，是长高了。我也是有不一样的。你也和去年不一样。对呀。你也长高了。不是，我是长胖了。长胖了，看你呀，应该要多运动了。你和去年也是不一样。哦，我和去年也不一样，我也长高了。不是。那我是长胖了。也不是。那我是怎么样？你是长歪了。我长歪了，越来越难看呐。对呀。不像话啊！既然你们都长高了、长胖了，今年呢，我们就来个高难度的活动。啊！不会的吧？啊，我想到了。啊。我们来表演变魔术。变魔术？我会把弟弟变不见。哎呦，这么高难度啊！来，你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哦，还要先商量一下，我们就看看他们怎么样把弟弟变不见。啊、好喽、哦，来，开始。你们看到弟弟吗？看到了，一、二、三，变！弟弟不见了。啊？这样就叫做把弟弟变不见了？对呀。这是什么烂魔术啊？是啊，还要我躲在他后面。好过你什么都不会啊？我会魔术啊。哦，你也会啊？那你也变一个。仔细看啊，这边一根手指，这边一根手指。哎，这根手指不来了。你这是什么烂魔术啊？好过你什么都不会呀、啊。我不会，哎呀，我说的高难度不是表演这些烂魔术，是表演灯谜。哦，不是烂魔术，对，是烂灯谜。什么烂灯谜呀、啊？不是吗？以前呢都是我说灯谜给你们猜，今年呢要你们说灯谜给我猜。啊？不会啊？不会啊？哦，这样子吧，我先示范，我说一个比较简单的无聊的灯谜，让你们学一学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听好了，说远远看像一个风扇，近近看像一个风扇。风扇是风扇，就是不会转，猜什么？哦，风扇，风扇。嗯，不对，风扇它不会转，哪里叫风扇？是什么？仔细听了啊，远远看像风扇，近近看像风扇，风扇是风扇，就是不会转。答案是坏掉的风扇。啊！这个灯谜太。我都说了嘛，最简单最无聊的灯谜嘛。这种灯谜我也会。你也会？远远看像一条狗，近近看像一条狗，打它骂它它不走。这是啊，我知道了，狗。不是。那是什么呢？死狗啊。死掉的狗啊。哎呦，我也会，我也会。啊，你也会啊？对，下一个。远远看像爸爸，近近看像爸爸，爸爸就是爸爸，就是不像爸爸。为什么不像爸爸呢？那你的答案是什么？长歪的爸爸。我又是长歪的爸爸。对呀、啊。你们这些谜语啊都不怎么样，你们这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烂谜语啊。什么烂谜语啊？不行，你们要说好的。这样子好了，你呢说一个给弟弟猜，弟弟说一个给你猜就好了。啊，我们不演了。不行，这样子吧，你们呢如果说得好的话呢，等一下表演完了，我请你们吃冰淇淋。好，开始说吧。来，弟弟，一加一等于几？二。来，哥哥，一减一等于几？零。对。我们说好吗？哎呦，这是什么烂谜语啊？这是数学，不行不算，要说说好的。啊，好，我想到了。想到一个来。来，弟弟，唱《妖精》。
几只脚？六只脚。那苍蝇喜欢停在哪里呢？食物。不对，那是什么？是大便。啊，那为什么苍蝇停在大便上面只有五个脚印？不知道，因为它停在大便上面的时候，一只脚捏着它的鼻子说：“好臭啊！”哎，你这个不错，这个说的不错，挺有趣的。啊，我也想到了。哦，你也有一个。嗯，有一个老猎人拿着枪去打猎，看到一只鸟飞过，开枪没射中，但是鸟还是掉下来了，为什么？啊，我知道了，鸟吓死了。错了。哦，我知道，鸟受伤了。不是。那为什么那只鸟会掉下来呢？因为那只鸟用翅膀拍着伤口说：“啊，这个没射中我。”就掉到地上了。是。哎呦，你这个谜语啊，也是挺有趣的。冰淇淋。对，没那么容易，好不好？你们呢要多说一个，说得好的话才有冰淇淋可以吃。啊，说话不算话，骗小孩子。骗小孩子。这样子吧，你们如果说得好的话，明天我也买冰淇淋给你们吃。哦，好。这次呢，我先说一个，好吧？好，你猜猜看啊。哎，说有一头牛，向东走了十步，向西走五步，又转向北走十步，又转向南走十步。请问，它的牛尾巴向哪里？啊，我想到了。向哪里？向西走。不对。哎。乱猜。牛头向南，牛尾巴向哪里？向北。也不对。向南也不对。你东南西北都猜了。告诉你，答案是牛尾巴向地上。哦，向地上。对呀，牛尾巴软软的，永远都向在地上，不管你怎么转它都是向地上。嗨。啊，轮到你们说了。啊，我想到了。好，你说。有一个农夫有四块田，东南西北，请问哪一个田不能种瓜？不能种瓜。啊，我想到了。你知道吗？是东。错。是西。错。那是哪里？北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冬瓜、西瓜、南瓜，就是没有北瓜。哦，没有北瓜，所以北边的田不能种瓜。对。哎呦，这个也可以呀。啊，我想到了。你也有。对，有一匹马站在十字路口，请问它要向东走、向西走、向北走、向南走呢？东西南北都可以走啊。错。错了。东也不是。那它向哪个方向走？要向西。为什么要向西走？因为马来西亚。啊，因为马来西亚，所以马要向西走啊。对呀。来，不要笑，不要笑，笑什么啦？是 OK， 猜。OK， 来商量去。哎，还要商量一下，看看他们两个，来再来一次，重新再来。Okay. 干嘛？他跟你讲什么？你笑说这样子。我不讲。来，打到。啊，来。你没有按到。OK， 你们在录 NG 啊？别跟你讲。